我想这款又有吃无？这酒吼先吞落去。我去算数袂歹呢，伊今日看起来只有四尾鱼仔，等两尾落来食，伊还做伙吞呢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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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现在不是说写，说写是不会写。我给叫那个写纸写写。那老板怎么在写？吃完东西要自嘲，小朋友。现在鳄鱼不能做了，动物保护团体在骂，可以轻轻的不能做。不简单的，我几个都不吃。那生一个懒腰而已。他现在是为什么会生一个懒腰？他在用力吞东西，还没有吞到胃部。他最敏感的地方在这里。轻轻的，好好听哦，好肥啊！烤鱼做派物件吃个会乖哈，表示他们还是很有灵性的。鳄鱼的智商大概是人类四岁的智商，它每一天会在晚上都在里面游泳。我们开始放水的时候，它就往这边来，它已经习惯性了，每一天就一定会到这个地方来。每次来看都是他蹲在这个地方，他不会停在那个地方，因为他在那个地方游客就不敢下来照相了。这边有显示在这里，他知道要来这里，很聪明哦。为什么他很聪明？